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浩蛋。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 KT8 留白的上脚分享。如果你对这双鞋有购买意向的话，可以以本期视频来做一些参考。首先在脚感方面，之前是有和大家分享过的，总结一下就是包裹的舒适度和贴合度都很不错，中底韧弹，重心不低，但是场地感还是比较明显的，动态体验下是非常不错的。缺点就是鞋带的可调节范围不大，并且脚背上方的鞋带会有一点勒脚，因此对于宽脚以及高脚背的朋友不太友好。鞋帮部分可以通过折叠来实现高帮与低帮的切换，很有想法，但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。颜值方面，留白也是 KT 系列中的经典配色了，在 KT8 上面安踏的 logo 以水墨的形式来进行呈现，前四个鞋带的飞线则是荧光绿色，在鞋面之下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，大面积的米白色打底，整体的颜值非常清爽。鞋面外层质感摸上去有点类似于硬质网纱的感觉，耐脏的程度上是比编织材质要好上很多的。购买前建议宽脚和高脚背的朋友一定要进行试穿，尺码按照正常尺码入手即可。